我就知道，一定会来找我的。我来这是想问你一件事儿：小时候你说我父母都死了，是怎么知道的？还是说，我其实是被拐卖的？ 你一直都在骗我。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你回答我啊！你父母是邻村的。 我告诉你，我是不可能跟你走的，我再也不想过躲躲藏藏的日子，我更不可能和一个人贩子在一起。我能改。 你能相信我，我什么都愿意。干嘛呀？不锁门也不开灯的。 怕华罗回来呀，进不来门，所以就留了个缝。我们俩这不坐这看着呢吗？